痛就是做全麻，没有痛苦吗？全麻的做，就是在这静脉给注射麻药，你就睡着了。这样子你做胃镜的时候，他是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你也啥都不知道，他都睡着了，完全睡着了。就你整个操作的过程，他是完全不知道的。然后就这是无痛的，然后普通的那就是你普通的喝一点局麻麻嗓子的药。然后你做的过程什么，你都是有知觉的，什么都是知道的，就是这样的区别。